于是，你偷了这些寂灭玄雷，打算怎么做？先藏起来吧，然后再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放下仇恨。也许你们会觉得我自不量力。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力量，也没有人能断言我们究竟有什么做得到，什么做不到。 你又打算怎么做？秦烈，你也亲眼看到他偷鸡。我问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要把灵与石交给我父亲。很好。隔开他们，秦烈有空间灵气。 幽冥地底吸收了邪神山脉的雷池之力，又在我的相助下节省了元符。秦烈，听狼邪大人的，别误了自己。秦烈，你别管我。 放走他们的，你还说我？我都让你闪开了。我为什么要闪开？我差点就抓住他们了。你能抓住，早抓住了。我不是怕你再次失手吗？别吵了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